你爱我哋，无论我哋有几多软弱，有几多困难，神都系咁爱我哋，神都好想怜悯我哋。主嘅爱激励我哋，因为我哋想一日既系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嘅主活。主嘅爱系超越人所有任何人的爱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好像神的爱。主啊，愿你的爱你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，神啊，愿你的爱你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更新我们改变我们。多谢耶稣，多谢你，多爱多能力。这首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爱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，神的爱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。Thank you.
住耶穌，完全都得勝。靠住耶穌，完全都得勝。耶穌幫助你。靠住耶穌得勝。靠住耶穌，喺一切嘅問題中都能夠得勝。唔怕任何嘅攻擊，唔怕任何嘅影響。Thank you.
好明白。主，我恳求你。Amen.
教我们怎样同你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圣灵充满人神有一个很深深的伤害，很多人误会以为圣灵充满只是一些能力的彰显，圣灵充满最重要是同神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害。我们的灵与主成为灵，与主联合的便是越加成为灵，让我们真的完全同神成为灵，喜悦祂，喜悦神，欢喜神。主耶稣，求你兴起在末后的日子，兴起更多人是真心的爱。在这边他曾经见过异象，他又见到在末后日子有很多人，两个两个去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去祝福不同的人，而这些人的心是很大，他由一边的膊头到另一边的膊头都是他的心，即是他的心的爱心很大。我们需要更多人是真心爱神，不是只是追求能力或者成功。就算基督徒都有时会追求侍奉的成功多于同神的关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渴想的是你，我们渴慕的是你，跟着有你就够，有你就够，有你就够。主同我们一起更新我们的心，可以给你，可以找我，可以找我，写到你前。